可以放进一杯奶茶的大杯子，这样偷偷喝奶茶就不会被人发现了。怪不得它叫冰霸杯呢，就是说它的保冷很好。我早上倒了这个酸梅汤，一看下午了，酸梅汤都喝没了，这冰块还没化呢。同样一个杯子，我光放的冰块，下午你看几乎没怎么化，将近五六个小时，你就想想它这个保冷的效果有多好吧。像夏天喝个冰咖啡啊，或者是冰饮料，带着出去完全没有问题。而且它是900毫升的，内胆是304不锈钢的哈，然后吸管也是不锈钢的，有两个口，一个是可以插吸管，一个是可以直饮的。我直接入了三个，张可爱和他爸一人一个。